大家好，我是青青，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仙界战场。这个活动我现在已经很少参加了，第一我真的是基本谁也打不过，第二个有很多不太友好的朋友一直追杀我。这个仙界主要是靠战力，就是战力高，就是打对手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找那些完全打不过你的对手点，然后多得积分，就是这样。你看我第一个挑到的这个对手就比较好，等级也不高，然后忍者也不够强，但是我打的相当慢啊，已经耗到第二个回合了。不过总比被人家耗很长时间强啊，至少拿下一胜。这个第二个对手是一个火种，有止水的结界，我们就顶结界。这个战力也是不够高，但是我觉得他挺扛揍的，这一套居然连他的分身都打不死了。这个我觉得还是无影斑站在中路比较好。他的技能是一个另类的霸体，就是不受追打，大概率躲避追打。他这个金角还是突破追打的，对方没有选择用四代奥义，应该奥义的，不然的话会被抽蓝。可能他也不太想和我打了，我觉得他觉得怎么样也打不过，所以他就没有动手。现在是没有蓝了，没办法打了。先拍一下，应该是完全拍不死，爆伤不够高。这位朋友是实力派，从这个战力看，他的这个攻防还是不错的。可能是他一号位和二号位的装备是比较好的，后排的可能就没那样好了。对，也是不打算打了，估计对手也是期望我能打快点，但你这都是闪避，我想快也快不了啊。好的，两个闪避都破了，打了。因为火克风嘛，所以我想把这个连击用在就是有火的这一边。打得够慢啊，这回对手是个雷主，止水平民队。得，我是看他这个战力，结果被止水在有结界的情况下砍了一刀，不过问题不是非常大。止水又一刀，连击了老子。老子表示：“你再给我加攻击力嘛。”鸣人奥义，这个安不佑，这个、套路。哇，被这样揍都不死。我们那个老子再养一下吧，至少是被他一路卡打一下。我们
些名人破他的神臂。这回能拍死了。这个对手的阵容也是不够强，我就没开结界，因为有可能鸣人还可以奥义呢。我们奥义一下吧，这样说不定能一个回合解决。啊，看来是解决不了。明白还是非常的扛打呀，我去，真的是非常的硬啊。这个就对方也不奥义，好吧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啊。估计他也不想还手啊。这是个雷主，三雷一号位，这个肯定是要开结界的。一个霸体，一个神臂，这好像还能稍微打动一点老子，老子还伤了一点血。就加满了，这个砍不动啊，站立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打金角。三雷已经趴了，金角也倒了，只剩下波风水门了，我们拍一下。他能把水门拍死吗？还真拍死了，暴击了。为了躲避追杀，所以点到自己了，所以我给大家跳过了。我这个太扛揍了，得打半天。好，继续啊，这是个风主，这个肯定是要顶结界的。一号位快过我，终于有一个不是一面倒的被我打的了。哎呀，他这个人间道是免疫的，这一遍一遍的给我反弹不良状态啊。不过我有点不怕他死在，然后我能定身他的风主就可以了，因为他是免疫的人间道，所以怎么着我都能定到他。当然了，我的鸣人的控制只有11000好像，要是控不住我就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我不可能给鸣人带葫芦嘛。他这个风主要是带葫芦的话，控制可能会更高，但是毕竟是四号位啊，不可能太厉害会受控制。哎呀，这个水主的控制是10000，所以被他控了，没事，被神丹飞了一下，不太要紧。这是170000的神男啊，我好像还扛得住，因为最近我都在洗那个风抗，现在风抗洗到差不多89这样的，所以好像还挺耐。水门奥义闪掉了追打，所以就没有定身了。那我们鸣人的这个追打是有定身的，这回终于可以封血你一次了吧。哎，还是没有啊，无影斑斑被麻痹是吧。
这个老子应该养成的不错啊，被这样揍，正对着水门，人间道啊，终于死了。我拍一下，被水门揍了这么半天了。难刷新奥义了，那这个名人的奥义也得放啊。好，水门使出了联手奥义，水主轻松的闪过名人奥义。小南的飞我就不吃了，但是这样可以消除名人的这个连击 buff， 他可能就打不出连击了，比如说他下个回合不能奥义，那也没办法了。水门的攻击力又在上升了，他真的是太猛了。哎，被后手控了，那就没有得搞了呀。好，破闪了，徒弟打一下，老子应该打死他了。刚才那个对手其实就是挺耗时间的，这个对手有结界，我们先顶吧。这个应该是战力不高的那个。让我们秒他的明妈就可以了，我觉得是能秒啊，因为那个就是无影般的是火属性的，火克风，而且他的追打超级痛，谁用谁知道。没死，居然哦死了！止水用出了奥义，我都不知道他奥义的是哪一个呀？奥义的是无影斑吧？然后我就看见有控制失败，忘了是哪个谁的头上，这个老子拍一下应该拍死。这回是火主三号位，我们毫不犹豫的开结界，他的战力也不够高。这一套就把雏田打到快没了，我觉得。这个下个回合打他比较硬的这个老爷爷就对了。要不然20连和30连都出不来，当然有可能打老爷爷也有可能出不来，我希望能出来啊，希望出来这不就能打得快一点啊，啊不出来就慢了，得，还是没出来，老爷爷没能扛得住。再养一下老子，两个追打，忍术又增加了两次，嗨！水门的装备相当好啊。破闪之后再打了，就只能结果他还先奥义，不错不错，得吧，这一套应该是解决了。儿子打完了，徒弟打，徒弟还没上套。好，结束了，10连胜。
其实只胜了十场，哎，得到了阵营第三，还真的是非常的少见，拿了不少的日印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收看，我是晶晶，再见。